爭，你知道咩啦？以前阿劉老師係嗰啲人，以前嗰老師好多都曬痕氣嘅，講曬話都唔知所謂。Thank you.
是一路打得不好。小五以前做的啦。知道吧？哎，就那个工程，我负责的呀。这个大床啊，这。晒到几钱？得你2000万雪糕，我哋为你去。下年你咪嗰大船，又唔啱你嘅，有啲唔入去你度啊，你咁啱。